在停的车？第二届是几年前？猪年啊！你虎年，鼠年虎三年四年前啊！有偷偷去求无？有偷偷去求，我就知咧。阮这查某囝身体无太好，是啊，我请妈祖婆会当来甲扶持一下。哦。我拄只马祖婆，我怪花仙姑要前往蝴蝶宫的方向。哦，这马祖婆决定是在天家。哇，好气！哇，太欢喜啊！哇，马祖婆厉害啊！哎，好，主人家拜拜，这因呢就好的福气，非常难得、啊，这是非常光荣的代志啊。对啊，嘿，我有发现哦，当你有接收到妈祖婆给你这个福气的时候呢，通常咱回馈给社会就愈多。拜天的只啊，第二届啊，哦，来人，徛呢。做好菜粿困难呢。第二届是几年前？猪年。猪年啊，你虎年，鼠年虎三年四年前啊。哎，你有偷偷去求无？有偷偷去求，我就知咧。你讲两届咧，你即届有做啥物准备？啊？你即届有？不是啊，阮这查某囝身体无太好。是。啊，我请妈祖婆会当来甲扶持一下。所以私下甲他妈祖婆求就对啦，嘿，所以妈祖真正停来，你有足欢喜的无？有啊，足欢喜的，嘿，相信伊的身体当关好起来。一定的啦，妈祖来来祝福，都欢喜。去鸡母皮嘞，原来妈祖会停落来，其实拢是有伊的原因甲伊的道理的。对，这嘛咱拢见证有对啦。我俩阵讲，停伫咱的店面内底，哇，咱生意真好，无？其实咱心肝来想的是家人的健康，对，不是钱的问题。主笔的心是为着伊的身体，那你要加油，身体养好。下礼拜要开刀，下礼拜要开刀，加油好不好？谢谢。那妈祖婆一定让你开刀顺利。OK， 谢谢。对啊。妈祖既然停下来吼，伊别讲无代无志停的，因为我拄仔邀讲是要去迄落普陀宫啊，嘿，所以这确实也无简单。是啦，安尼咱就希望讲吼，妹妹你下个礼拜开刀能够一切顺利。谢谢。好啊，今麦妈祖婆准备要去行，啊，你搁甲妈祖婆搁求一下，祝你顺利哦，身体健康。哎，真的。对哇。哇，就甘心的呢。是啊，就是因为头查某囝要开刀啦，所以你别沿路哦，你哪会当听到这款故事？对哦。拢唔是为了家己啦，拢唔是为了家己，唔是讲你妈祖婆你话减肥，无人安尼。真侪拢是为了家人，为了家人啊，是啊，所以讲这是无简单的代志，好啊。